能超过一半。吹水和鱼蛋在不久的将来就要重演他们的师公陈寿宗在侯权寇四里面的经典一幕。不过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演出的经验，所以李师傅今天就请来了他的师兄陈木川导演，为他们分享一下他在演艺圈的经验。陈木川导演不单止曾经代表大圣劈瓜门夺得东南亚擂台冠军，之后更加走红影圈，是电影《醉步迷猴》的男主角，亦都制作过不少脍炙人口的经典电影，例如《锦衣卫》《铁公鸡》《少年黄飞鸿之铁马骝》等，数之不尽。师伯，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以舞者的身份进入影圈有咩经历呢？哦，其实我1976年的时间咧，我就开始入咗呢行噶啦。嗰時咧，我就去咗台灣。一開始我就做武術指導噶啦。咁啊，點解咧？因為有一個導演叫羅祖啊，佢對我非常非常好，同時佢對我哋本門嘅功夫咧就非常欣賞嘅。所以佢一帶就帶咗我去台灣就拍攝噶啦。一去咗25年。咁啊喺呢段時間咧，就喺台灣啦，又有起有落啦，係嘛？有起嘅就係咧，我喺嗰邊咧相處好多嘅演員啊，同埋各方面嘅工作人員都非常愉快，所以我在那邊都不經不覺都25年了。就同時我最近就2000年的時間，我就轉移到了大陸去拍戲了。啊，師伯想問，你現在都以演藝為一個事業，那在這條路裡面有什麼事情令你最深刻的？在那裡拍戲的話，就本身過到人生路不熟啦。當你拍攝的時間，就其實在那邊大部分都是拍刀劍片比較多，武俠片比較多一點，所以你拍攝的時間呢，就如果你的實力不夠的話呢，就本身我自己都是比較小粒一點啦，係嘛？你拿起任何的兵器啊，各方面很多演員有時看你不起的，看你不起就很多時候試你嘢㗎啦。不過我哋呢門功夫呢，就係好彩呢，就18般武藝我哋都可以拿得出嚟嘅。所以咧，曬上嚟啊，各方面演員都會對我哋都好佩服，好佩服。咁就喺嗰邊咧，同所有演員啊，後來慢慢咧相處得非常好，就咁樣。師伯，我想問下，拍攝實戰同埋拍攝動作嘅有幾大分別咧？哦，拍戲同實戰係完全唔同一回事嚟嘅。實戰咧就屬於喺擂台上嗰種搏鬥嚟嘅，係一種公平嘅比賽。佢要靠體能同埋技擊同埋個智慧啊嚟去，同埋你嘅抗打嘅能力嚟去喺擂台嗰度發揮嘅。而拍戲咧，你又要根據嗰個劇本、導演嘅要求同埋演員嘅本身嘅能力嚟去設計每一場戲嘅打鬥嘅技巧啊，用每一個鏡頭一個嘅鏡頭去轉接，同埋用你嘅鏡頭嘅拍攝同埋嘅剪接嘅技巧嚟去。組合成一套拍攝嘅電影嚟嘅，所以咧就跟你同擂台上嘅完全係唔同嘅，就咁樣。師伯，我想問咧，你覺得功夫片嘅潮流咧喺過去30年咧有咩變化？哦，變化非常大啦。其實以前我哋早30年前拍攝動作片嘅話咧，你每一個演員就必須要有呢個。你嘅功夫嘅技巧，同埋有咁嘅實力，你先可以拍攝嘅。同時當年我哋拍攝嘅鏡頭啊、運用啊，都係非常長嘅。所以每個演員消耗嘅體力，每日啊，如果你能夠拍到8個鏡頭、70-10個鏡頭，已經賺咗㗎啦。咁啊，而家一路到中期嘅時間，拍攝嘅時間咧，又有一段時間就非常辛苦嘅。所有嘅演員咧，就真槍實彈。真係打，真係撞，啊，同埋喺高空飛落嚟啊，各方面真係要用呢個體能同埋個技巧去拍攝嘅。到後期咧，呢十幾年來咧嘅拍攝嘅技巧咧，好多時咧啲演員冇我哋以前啲演員咁辛苦，因為咧好多時都有啲特技啊，或者歪呀啊，或者替身啊，啊，同時鏡頭咧運用嘅時間係冇咁長。完全是用攝影師和導演武術指導的拍攝技巧，所以現在就又好看，
但咧就冇以前咧我哋拍攝咁辛苦嘅。大勝劈掛門嘅攻防散手，總括嚟講就係圍繞四個主題：踢、打、摔、拿。當中嘅拿就係指擒拿，擒拿係一種技巧較高嘅技法，利用人體嘅結構進行控制。之前咧都係講一啲防守嘅招式啊，今日咧防守裏邊咧呢個擒拿手咧係不可或缺嘅，因為擒拿手裏邊咧有乜好處咧？你可以唔傷到對方，可以控制到對方，亦都可以咧。如果你嘅技術好咧，亦都可以令對方咧係失咗個攻擊嘅能力，因為會同咁點解會能夠做到嘅效果咧？首先要了解一下啲人嘅身體結構，譬如我哋嘅骨絡嘅活動範圍係九十度嘅。如果咧再細過九十度咧，唔得啦，我會痛啦，我會痛啦。好啦，或者我係呢啲肌肉，肌肉咧喺我哋身體裏邊咧，一個中醫學説咧，就係、是、全身裏邊咧佈滿不同嘅穴位嘅。有啲穴位咧係會產生痛嘅，例如呢啲地方啊，你會產生痛嘅感覺。喺呢地方咧會產生痛嘅感覺，喺呢地方撳落咧係會有個好明顯痛嘅感覺，甚至乎有啲再係力度夠咧到深入咧，可以令到佢麻痹。酸軟無力，好啊！如果你遇到呢啲咁嘅手法先咧，對方咧即時就會喪失一啲即係一個攻擊力嘅，甚至乎咧即時要叫投降咯。咁我練嗰陣時點咧？擒拿手咧係一個好嘅手法，但你要記住咧，對方都係活嘅，佢唔係企定定俾你去做嘅。同埋做，如果你話一個招式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先至完成嘅，走咗好遠啦，人哋係咪？你可能咧一二。已經係足夠嘅，三咧已經係慢嘅。咁同埋咧，你要記住，我哋做擒拿裏邊咧，除咗力量之外咧，就有一個技巧，有一個技巧。技巧以外咧，就係、是、你對身體咧個結構咧有啲認識，譬如我骨絡係點樣轉，哦咁轉咧係唔痛嘅。調翻轉咁樣轉咧，好啦，對方會痛啦。你先知道呢、這個。咁力咧嘅力要一個活嘅力。咩叫活嘅力咧？就要靈活嘅。你一碰。所以呢個手一上嗰時咧，呢個手會點樣擺設，去令到你第一時間捉到，或者捉個程度係捉邊度，或者捉嘅嗰個動作係捉實咗之後咧，還是有後象咧？唔係嘅，你只能夠捉實。但係我喺捉嗰陣時咧，我捉同進攻已經係同時間進行緊嘅，係完全每一個招式都有後象嘅。咁呢個咧就係擒拿手裏邊咧，就係一個好主要嘅字，就係一個變字。如果你喺擒拿手裏邊，你唔識變。譬如我咁樣捉，佢反抗喎，咁我咪失效咯。你咪跟住佢變咯，佢變你又變咯。或者你不變，任佢變，你不變，亦都可以不變應萬變。或者咧，佢變，我變得比佢更加快，比佢變得更加多啦又。咁啊，仲有噶嘛？咁你手捉住啦，唔夠力，腳都得噶嘛。個腳咧，你移動點樣就個位置？點樣？譬如我一踎低，將個重量捉住啦，捉住手啦。但佢仲係咁望住你，我踎低時咧，點將自己嘅重量咧造成佢嘅負擔，令佢失平衡而跌落地下，或者失咗姿勢嗰陣時咧，咁我哋就可以進攻啦。係師傅啊，想問擒拿手嘅指力係咪好大力嘅？呢個咧十分好嘅問題。如果你嘅指力係好大，包括你可能天生或者你後期練得好力嘅，指力大咧係一個好優勝之處。除咗指力大，當然啦，捉得對方穩啦，但係睇你點用運用，好簡單。譬如你就捉呢個位置，同捉呢個位置咧，已經係兩回事啦。明白？如果你捉到咁樣捉住，人哋好容易咧走咗。如果你咁捉咧，對方就冇得走。咁你所以你就算你係大力裏邊咧，都仲要你用咩嘅情況喺邊一度去大力，就唔係啊！我好大力，我亂咁捉都唔係。如果你捉個位置唔啱咧，其實對方咧都係會有走脱嘅機會嘅。咁所以咧，大力係好，但係咧都要透過兩個師兄弟互相練習，習慣咧捉咧係捉邊啲位置咧係自己有利嘅，容易更加容易掌握，事半功倍咧。咁你呢個咧先就好。咁當然咧，指力咧係一個，如果係指力唔夠嘅人咧，擒拿手真係好難發揮。所以你想練擒拿手咧，個指力一定要諗辦法去點樣做去嘅。你嘅除咗指力之外咧，你個腕力都好緊要嘅都。
而家我都解釋，假設你捉住我，咁你睇點做啦？首先咧，將個手提起咗。好啊，另外呢個手捉嗰陣時咧，呢個手咧刻意反多些些少，反多些少。咁咧就抽起佢啦，係咪？嗱，你再嚟一次啦，捉住咗啦。嗱，首先反起咗，咁呢個手咧咁捉咧角度唔夠嘅，將個手咧刻意翻多啲，咁呢角度唔夠啊，翻多啲，翻落嚟，好啦。咁形成咗我兩個手捉住咧，跟住我再將你咧抽起佢。咁其實咧唔需要抽，只要將個手反拎咗時，你個身拎向下邊咧，感覺到痛嘅。咁但係我練嗰時咧，我又習慣將佢抽高佢，將個力量咧打大啲，抽高啲。咁其實咧技術上係唔需要抽咁高，但係我哋訓練嗰時咧，將佢抽高啲。嗱，再嚟一次啦。嗱，捉住咗啦，提起手，捉住咗呢手咧唔夠嘅，刻意咧翻多啲。兩手捉住啦，好啦，反。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俾人捉一個手腕嗰時咧點樣嘅防禦方法嘅。嗱，咁喺我哋擒拿裏邊咧，我哋冇規定人哋邊隻手捉我係邊隻嘅。不管佢係左手捉我係左手，或者咧用另一邊手左右咁對擒拿咧都一樣。咁頭先我哋練咗咧係右手對右手啊，好啦，而家調翻轉頭。大家不同方向怎麼做呢？同樣道理，首先按住，不要讓他走，提起了，利用這個關節壓到你的手腕上。再來一次，捉住他，提起了，捉緊一點，不要讓他走，接著提，好，你的手腕已經成了一個90度角，用我這個關節向下。咁就完成咧，系一个咧压迫嘅痛法。咁啊，我再嚟一次咯。嗱，擒住啦。嗱，慢啲动作啦。嗱，咁我哋头先讲咗，中外不管我哋嘅右手、左手，同样嘅方向，我都系可以解决到嘅。咁另外，如果我俾人捉住双手，我点去做法咧？双手嗰时咧，你要借助身体嘅肩膊啊。或者身體移動啊，或者我嘅腳步咧，去化解人哋招數啦。例如你捉佢雙手，好啊，捉緊咗咧，提起咗，呢個咧係有一個提起，將你嘅手咧，將你嘅關節咧帶入咗裏邊，帆入咗裏邊，呢隻手咧變咗嗰個力量咧，唔係咁大啦。呢個位咧叫實力，跟住咧入馬時形成一個咧就係一個衝。因為馬步咧喺你嘅腳嘅裏邊咧，係形成一個咧扣住啦，等你咧唔能夠移動腳步，再令個人咧身體衝嗰時咧，你就會跌啦。嗱，再嚟多次啦。